因为爷爷从小就好这一口，所以在30年前用一头牛换了一张配方，靠它养活了7个孩子。今天我把这个配方分享给大家，能换来一个免费的赞吗？因为爷爷从20多岁的我，不喝酒不蹦迪，在这个小小的城市里做卤肉，天天都有回头客，很多小哥哥加我联系方式要学习。你想学吗？想学双击，评论出你的城市。